幸福的味道。开始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的假期作业，给家人做一顿早餐。这算什么作业啊？兄弟，还没开火呢。知道了。还没放油呢。知道了。放太多了，顺序错了，完全不对啊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要自己玩。这简林作业有点意思，做早餐，你教过他吗？没有啊。Moco， 是你教的？完蛋了，我快来吃早餐了。我做的爱心早餐。对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算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不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我自己来。不要了吧，别小看我，我还有大招呢。你们退后，好好等着。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做煎蛋，请将鸡蛋互相碰撞，加入一小勺盐。这是咸蛋。为什么醋和油这么像呢？哎呀，整瓶辣椒油都掉进去了。这还能吃吗？吃了会怎样？完成了。吃早餐喽，尝一下吧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心中在苦中带辣，就好像世界大战一样，好可怕的感觉。应该不错吧？难吃吗？吞还是不吞？会不会出人命啊？我去把猫狗找回来。我也去。还好猫狗反应快，救了大家。走，我们到外面去吃。猫狗，走啊！猫狗乖，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猫狗怎么了？难道是让我们一起去吃鸭蜜做的早餐？也对哦，这是我们鸭蜜第一次做早餐。回去吗？你还要吃吗？很难吃哦，别勉强了。那么我们吃双份，吃早餐啦。不是有我们一份吗？爸爸妈妈，我的作业没做好。没关系啊，这种作业哪有第一次就能做好的。没错，重点是能吃到女儿亲手做的第一份早餐哦。以后还吃不到呢。真的吗？开饭啦。那我们加油吃吃。